今儿就是老师去，那就是站起来，坐在这儿，讲完之后站起来。OK， 好，老师来考我们做题，做的可以。拿上笔，这个笔呢还有一点精髓，就是一定会先试一下，你看是油墨的，那才会开始写。这是今天的作业，然后一会儿下次上课的时候检查吧。今儿的课就到这儿，辛苦了。好了，做作业了，别拍了。